从这一个球投篮的一个节奏跟自己本身的一个 timing 来说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现在目前队，目前火箭两边的底角挖了一个，似乎是来的比较有机会跟把握性，充分的球员，这个加巴也罚进，其实这个交易真的还双方都是一个互补，对不对？8879，这个篮底下拉开出手，哇哦！那么九位球员，嗯，目前为了用了九位球员，那 Jordan Hill 和 Hill Dunn 应该都有登陆了，但没上，哇、哦，漂亮！这追上来了，这个篮板球又抓到，六马队现在只落后两分了，这波进攻有机会打平，真是超前。TJ Four， 哇哦 ，Back to Back，TJ Four 连续攻下，正常情况应该各还有一波进攻机会，进攻和比赛时间差7秒。TJ Four 小外线跳投又一个，哇，连拿6，领先四分。给 TJ Four 带来罚球线，出手有了，他的手感，他一个比较擅长的位置在罚球线的附近，他空档也制造出来。TJ Four 带一步急停，哇，是在这个 NBA 联盟当中，这个内线的脚步是踏的是最漂亮、最灵活。是，对我有相同看法，我刚才在想，马丁在外线出手不进，刚刚这球连篮筐都没碰到。TJ Four 又拔起来了，哇哦，3-4-2，对 ，TJ Four 今年他上场时间也比较少了，24.4分钟，平均得分只有10.1分，但这场比赛已经得20分了，22分了，还有2分10秒，这场比赛结束，六马队目前四分领先 ，TJ Four 得了22分了，这球捡得漂亮，哇哦，上打，这球给对角，外线拔起来出手，哇哦，这球的机会就更小了。哇哦，过了到篮底下，最后再给出来，交给 Granger， 又是同一个位置，再而且现在得到第19胜了，好，六马队最后是125。